33红静心，34刘文星红静心，38红静心，39刘文星红静心，40红静心。43刘文星，但是，我高兴了5分钟，我要带着满满的包袱，2年来服务。各位，我在27号记者发布会的时候，《新州日报》记者李前友学长问我。你若是单纯的话，你有没有本事整合？我说，我尽我的能力。我给你承诺，只要我单纯，我一定会召集历届顾问27位候选人一起来吃饭。我希望4月20号，我会召集27个一起参选的，不管民书还有历届顾问，我相信我们赢了一半一半，又怎样来处理？最重要的，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个共识。所以在我的议程里面，8月全国理事会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会办一个，将举办全国共事营，我们又整合组织凝聚共事，重整不还，共同迈进。